这一款呢叫做 Love 爱，所以呢我觉得啊，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所有的人。像这个颜色色系啊，就是粉粉红红的，其实就是比较海底轮啊或是第二脉轮的颜色。尤其是你看这个比较深的这个颜色，它是石榴石，特别是针对女性啊这方面的加强。而粉红色呢，除了因为颜色的关系对应下面的脉轮，其实它也是直接对应到我们的心轮哦，也就是这个 love 的主题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想要，尤其你是女生，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增强自己温柔或者是阴性方面包容的能量的话，这一款也非常适合。